看看那是什么，一个熔岩巨人，听说他拥有操纵岩石的力量，真没想到竟然能见到活的。财宝在前面召唤我，快去看看。那是古代克魔岛人供奉的海灵图腾，怎么是活的？真是不可思议，这就是海灵的力量吧？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们。咦，好恶心，这家伙究竟是章鱼还是人类？看来要小心他的触手。跟触手的攻击，献给大海的祭品。献给大海的祭品，大海是最好的坟场。好恶心，这家伙究竟是章鱼还是人类？看来要小心他的触手。真是个难缠的家伙，不知道他跟我的太太太太爷爷有什么恩怨，不
过，哈哈，他已经被伟大的罗杰船长击败了。